婆婆车祸去世，我大着肚子去参加葬礼，收到小姑子发错消息，我蒙了。我父母早年因为性格不合就离婚了，我母亲净身出户后再婚，而不到六岁的我跟着父亲生活，基本上跟母亲就断了联系。也或许是因为我没有妈妈在身边，从小到大我都特别懂事，读书成绩好，毕业后又靠着自己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有能力赡养我父亲。在生活走上正轨的时候，我认识了曾孝军，他是典型的阳光大男孩，见到我的第一眼就说喜欢我，然后对我展开热烈追求，我们谈恋爱了。我去见了曾孝军的父母亲，他的母亲特别的和蔼，一个劲的拉着我的手说，你这闺女这么俊俏，以后我就当你是亲闺女了。其实曾孝军并不是独生子女，他还有一个妹妹，他前两年已经结婚了，因为嫁得远，所以第一次登门的时候，我并没有见过未来的小姑子。后来曾孝军也随着我见了我的父亲，父亲对他很满意，有了双方家长的支持，我们恋爱了大半年就结婚了。婚后婆婆坚持我们与他们同住，说可以多些时间照顾我们，还说以后好给我们带孩子。也许是我太过于缺少母爱了，面对婆婆的热情，我内心充满了感动，也没多想就答应了。与婆婆同住的大半年，我切实体会来自于一个母亲的关爱。每日早起，婆婆早已经贴心地准备好早饭，下班回来又做好晚饭，饭后给我们准备好水果，连衣服鞋袜都是婆婆一手包办。我很感激婆婆为我所做的一切，也尽心尽力地回报着她，比如在网上给她买新衣服，又带她去做美容。我想尽我所能让婆婆享受多一些，我们俩的相处就像亲生母女一样。后来一次体检，我查出怀孕了，这下婆婆更紧张了，她变成了我的贴身保姆，就怕我吃不饱穿不暖。一天天的肚子越来越大，我沉浸在生育的喜悦中，但是噩耗就在这时候传来。那天早上婆婆外出买菜的时候被一辆货车撞倒，送医院抢救也没救过来。听闻这个消息，我如晴天霹雳，我挺着大肚子强打精神帮着曾孝军一起料理婆婆的后事。没想到在葬礼还没结束的时候收到了一条短消息，我一看彻底懵了，这条短消息是小姑子发的，应该是她想发给她老公而错发到我手机上的。短信上说婆婆意外身故，肯定有不少赔偿，加上婆婆以前的积蓄，这次一定要把账算清楚。小姑子还说以前婆婆就偏心曾孝军，现在又偏心我这个嫂子，如果他们不做好准备肯定得不到什么。看完这条消息我气急了，当场就指着小姑子大骂她没良心。要知道这世上亲情才是最重要的，现在婆婆刚过世，她就打起了家产主义，让婆婆如何心安呢？图片来源于网络，与故事无关，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。